Unify 还钱、欸，这谁啊？这该不会是 HKA 的打野吧？好吗？你会怕吗？没有，我很为他感到担心。这个打赢了变成不敬老尊贤，打输了就哎呀，特哥都比你强，玩我特哥。冒凯一等会不会点一啊？还是他会点 Q？ 应该是点 Q 吧。很久以前点一，可是现在应该没有点一了。你为什么要问一个没有玩过冒凯的人、啊？嗯，有啊，你玩过啊？就是在测试我，是在测试我。只是你冒凯比较不如预期而已，没有世界级的水平而已，但也够打了。哦，嗯。没有，这个就随便啊，这个没差，反正。哎呀，先过打。好，哎、欸，近转，你看。他妈近爪也开红哎、欸，这么牛的吗？我每个都知道你要反红啊！鸡掰，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我要反红啊？我脸上是写着我要反野四个字是吗？我要开红啊！我要开红，我要反你红，啊、看每个的名字是我要反你红啊！那天有一只没遇过的人，他也说他我都知道你一定会反红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其实你不是烂啊，你是那个套路太简单了。什么我不是烂？你什么叫我不是烂啊？你不。操作不好啦，你那个你不是都会嘴操作不好吗、啊？你一定是套路被人家研究了，这个不是很怪你。不知道，废物。哎、欸，被他先到，他先到。哇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这边死了。哇！屌打打野都要输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胖子来。你按他妈石头还没按。欸、他危险，他危险。我吃到这个。他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那收个税不过分吧？啊，收。让你有这个，哎、欸，他没 TP 啊，你控着，你控着屌打，我再帮你下个眼。很爽很爽，你们稳着啊！我点暴风凝聚的，好好，可以，等我成功跳起来出来。不，哇，这个打野很强啊！被丁特屌打，怎么很强？好怕的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快点问他，快点问他，快点啊！你那天不是问了一句啊？请问被丁特理性吊打什么感觉？又不是理性，按钮不是理性。好吧，大家不要下眼，面向下眼。好，来了，干，好像这个眼是我的义务一样哎。干，为什么不是你下？不够好，你钱不够嘛？不知道。没事，视野我清起来了。这样分工合作很好。是吗？感觉都是我在做事啊，你就负责吃兵而已，我没有分工合作的感觉。来，不是你要走，我吃一半3000了，不要闹，拜托。好、哦，没事，我有精神有血池，他知道你在吃哦，我要缓。废物，要打。Ben， 傻小啦。哎。是吧？哎、欸，冒款没摸哎、欸，没摸哎、欸，这都输。他刚刚直接空大哦，近爪一定开好的，近爪被我屌打打伤哎、欸。干每把小小每把都要教路人怎么玩哎、欸，要不要杀冒款？哎、欸，我被照到了，不好杀，帮我，胖子帮我。我再走。来，傻逼，他走自己，他自己一个，怼死他，废物！啊啊啊 ！Ben， 哎、欸，为什么没中？中招、欸，太扯了吧！中招了，太夸张了吧？这都没中。bug， 这都可以不中。bug。Ben， 没中，哎，你在做效果。没有开台，反正要做效果啊。哇，等一下开你台干嘛、啊？我知道，真的，我
故意弄个大学生、啊，这样比较好笑啊。继续猜，再一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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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啊，好爽，再一座，再一座，再一座，好爽，再一座什么？世界冠军啊！对，再一座世界冠军。说个笑话，再说个笑话，大家不要再，再一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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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会带一定赢，会带一定赢，我现在很强，你不要送就会赢。我不要送，讲的好像我随时随地都在送头一样。这就是你送，这就是你送的意思啊？哎、欸，他硬送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大便，这背的，这是背的，这是背的，绝对没有人。他在吓唬人而已，吓唬人，吓唬人，当初在吓唬人。他面膜，他面膜，怼他，怼他，怼他，很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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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吓唬人，吓唬人，吓唬人。开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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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情开喷，无情开喷。我还有啊，我还有啊，你吸，你吸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吓唬人，吓唬人，就说他们在吓唬人哦。我有看出来，我看出来。哎、欸，要不要再来？要不要再来？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死蛋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哎、欸，中路啦，不要闹啦，中路啦，不要追啦。这么爽不猜？好，你们猜。再来。好好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们好像需要。好，这个叫做推塔游戏哦，拿塔就赢了。再做，再做。哎、欸，北七，我家是黑。北七，北七。北七，哎、欸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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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赞、啊，很赞，很赞。绑我、啊，我给他绑，我给他绑。走了、啊，我走了、啊，我不屌你哦。拜拜。走了。郑茂凯，可爱。郑茂凯是不是死单立粉啊？故意在里面做效果，其实他蛮强的啊。我遇到蛮多，他蛮强的啊。啊？哇，你不知道谁更强啊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你大概讲什么东西？强是比较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谁的名言？强是比较出来的，被我是比较出来的。难怪透子说他最近开始怀念我了。哎、欸，你昨天放鸟，你不跟他解释一下吗？我怎么要跟他解释？他放鸟啊！他放鸟，跟我解释过吗？这样子的、啊，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互相啊？这个姐可爱。我上次最好的，他们应该会对人招啊。你们最下好，但他迟到一个小时也是国际礼仪啊。我准时放鸟也还好吧。真的很靠北，两三年前是不是？你们让人家等的一定都不会记得，然后被等人家等很久的都会记得很清楚，不是这样吗？很奇怪，上次吃饭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这么准时？我刚刚我不是都很准时吗？是吗？哎、欸，救命！救命！后面有镜子啊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可以 ，OK 哦。你先拉，你先拉掉，我们可以拿到很棒的东西。OK， 大哥大，没事没事，我们拿下塔，超爽！哎、欸，打！我被打死！我就说了，我很担心他。那冒牌了，单杀我，那低能！还我特哥！哎哎哎！啊，被我屌牛跑！拿 AD， 操你妈 ！AD 直接被我崩掉、欸！我们现在知道鬼王是谁了吧？知道，跟五年前那只鬼王一样强，而且还是又是打冒牌。你有发现我学乖了，汲取教训，我没有去反红哎、欸，干嘛、哦？五年前你血鬼打冒改，我自己反红抢行送头，现在我不反了。哇，你这样开血池的、哦？我进来了吗？你这么牛的吗？你有进人，然后呢？我不忍心再看了，我不忍心再看，没办法。你这个血池放得有点潇洒。哎，惨了惨了。你抓送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屌他屌打他半血，好屌他屌对屌屌他送头哎、欸！我操！我真的很担心他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直棒直棒！我啊，你那么远？没有，我在手下，刚刚下路有两个人在推，现在吃也来得及啊！我走过去只要十秒，要不要？要吃？哎、欸，不要、啊，和谐他的啦！不要吧，不要吧，慢慢磨啊，反正他们会自来送头，我们后期又比他们强，这怎么说？欸、走了，吃了吃了，他没打野。好、啊，走、啊，确定，确定，确定。哎、啊欸，你不要，你干，你自己开，大家。我洗血啊，我不开谁开？
欸，吃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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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快掉，龙掉，吃龙啊，吃龙！干！可以啦。哎、啥？欸，你看好，看看这个近爪怎么被我怼的？现任 LMS 职业打野怎么被我怼的？你看跑掉了、欸。他不是。是吧？妈 ，H Unify 还钱，他肯定是 Unify 就是啊。我不玩了、欸，他肯定是 Unify、欸。要送，要送，要送了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上塔断了。哎、欸，近爪怎么在那边啊？我救你，我救你。干，好痛！我五百滴耶，他是有暴击，真的耶。我算完，我算是可以撑那一下的，结果暴击。干你老师哎、欸，这边卖。干走，要不要就是白痴？看这近爪怎么被我怼的！看这近爪怎么被我怼的！干近爪打我暴击，不然我不会死。哦，第三下、啊，他你残血不要打第三下会暴击，你是残血？不是，他30%血，他是暴击率，他是暴击率。我知道啊，他暴击率变高，那个血低血低血量的下限会提高啊。是啊，所以是三下暴击啊。他基本是15%血以下会暴击，然后他现在暴击率多少？他现在暴击率多15%就多15%，就是30%以下会暴击啊。你刚血剩30%吧，所以被他暴击了。可他暴击应该不痛啊。反正他最后一下射我521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逗比 TP 又来了。对，逗比 TP 又来了。他是单立血没满，确定谁打？我打野怪吸一下就好了。帮我、欸！看他会逗 B W。逗 B 吃够。啊！没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挺你。来来来，这次再不死给我看！你单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！救命！救命！哦，你无情开西耶！哇！牛牛牛牛牛！鬼王鬼王！你知道我实数啊！这个毫不留情的吸血。胖子，你是不太会讲台语啊？啊，我不会讲台语啊，我台北人哪会讲台语？你刚台北人不会听啊，我不会讲。你刚刚那个时候应该说，动作人别讲台，信不信啊？傻小啊，是我听到听不懂。再次再次，动作林北假菜诶，信不信？动作林北假菜诶，信不信啊？对啊对啊，哎、欸，蛮标准的啊。是啊。你当老子吃素了是不是？就刚你刚那句啊，刚那个要用台语讲比较有气势哦。但是不是当我吃素啊？听起来就很弱。到这边讲出来信息啊，那感觉就很屌。好奇怪哦，上下开通了，中路还一根顶在那里。你有看过这画面吗？嗯，这证明哪一路比较飞啊？没有，他战绩最屌。哪有743、827比较屌吧？感觉你比较屌。没有，哎、欸，近爪很远，我们 AD 很远，我们你看，我们 AD 零二十，哎，他根本没差，他根本他在哪都没差，他在下路也没差，这个游戏跟有没有他根本没差吧？对，他根本就辅助，有被动，他只负责吸套，对，吸100滴血，你会想打他？哎、欸，让我测试一下，看能不能吸血。哦，有有让我试，哎、欸，有啊，有有吸到，有吸到。好哦！啊！鬼王好强啊！哦，暴毙是最把厉害啊！啊！辅助开送啊！
姐要来送头啊。哈哈哈哈哈！石林北的暴击啊！妈的，两个，两个全职冠军在面，哎、欸，不是你，没有你，没有你，抱歉啊，两个全职业选手，妈、啊、在面虐菜，这么爽，脑虐菜，人家台服高端、欸，那有高端，差你们全职能遇到的废物。Unify 是在看直播啊，他在线上发呆，他一定在看着他的队友被丁克虐。只要心里想着干妈的欢乐打野来干嘛？不可能啊，就不可能啊！你在幻想，在幻想。